以后会这个睡觉睡得很好之外，第二天会被自己美醒。美醒啊，好可怕！怎么这么美？怎么这么好的东西？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 GABA 夜宵圆。这什么？这瓶子好可爱，很可爱，颜色也配得好。对，我要跟你们讲，就是它除了可以让你睡得好以外，它还可以让你睡得漂亮。很多人都会介绍说，如果你有睡不好的状况，你可能就可以摄取一些食物里面含有 GABA 的。GABA 的这个成分可以帮助你好睡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GABA 夜宵圆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个两锭呢，它其实就是38碗的糙米饭里面含的 GABA 含量。38碗，要吃到38碗才有这两对。所以我们要38碗很饱哎。对，它就用浓缩的方式把它浓缩在这两颗，所以就是睡前吃。睡前吃没有错，而且因为它里面有高浓度日本专利的保养型 GABA。嗯哼。为什么呢？它可以让你在睡眠的时候就帮你加强你的保养。在这个我们的 GABA 夜宵圆里面呢，它就是含有丰富的色氨酸，它可以舒缓你的思绪，就是让你在睡前你不会胡思乱想。胡思乱想你就会翻来覆去，你就睡不着，对，你就会越想越多。但是我现在不会，我现在就是时间到就是刚刚好舒舒服服的起床。不过我刚吃已经吃了，它那个微微甜甜的。是啊是啊是啊，它这个里面呢还有我最喜欢，就是我现在的人生偶像孙艺珍都有在吃的胶原蛋白。哦，它这个呢是韩国专利的双生胶原，是没有错，因为它是高效率小分子，所以它吸收非常的好，而且它是高效的美容，所以让你在一边睡觉，那我就一边美美的。而且呢，因为它不是药物，它不是药品，所以食品，对，它是食品，它是可以保养。像我自己的话，我譬如说，我洗澡前我就先吃两锭，那洗完澡就是保养品都抹完的时候，差不多45分钟，你真的会很自然很舒服，我觉得哎，我要去找床了。是很舒服，你不是说他不会吃了就困了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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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是很舒服，而且你第二天醒来，你的脑袋是清楚的，你不会脑袋重重的。